什么是心愿啊？会开的是一塌糊涂。老公，你看。对，老公，你看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。我认为，我了解很多人的心愿，同事的，朋友的，生意伙伴的，也包括他们的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碰撞中难免出现摩擦和矛盾。最后，利益的驱使再次战胜了亲情。为他们挣到了一张人生的金卡。我以为我了解他们的心愿，这一次我错了。
这个世界上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亲情。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吗？医生，我母亲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奶奶。妈。奶奶。妈，你好点了吗？妈，我错了，我们再也不走了。哎，飞喽！我终于明白，通往幸福的路只需要三步，你我我们，我们的心在一起。万家灯火，爱一程。走走，晚上好，明天。